论你听得懂或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可以来看颜值。我相信我们在台上四个人的互动绝对会让你知道，古典音乐家绝对不是曲高和寡。当然了，一开始的那个发起人是我，然后找了我这两位同事。那因为建堂是我也认识很久了，那基于这样的发想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对，就是我们真的是排练不多话，而且我们非常的内敛，就是眼神这样。就其实应该说，我们四位的演奏技巧的展现，其实我们是蛮兼容彼此的。然后我们可以聆听其中一个人可能做了什么事情，那我们就可以配合上去。我觉得也是室内乐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因为你必须要一搭一唱，然后你要能够再去展现自己的想法。去统合，所以我觉得这点我们是还蛮这样的默契，这样子。对，做像是我们平常自己在练习，然后自己去独奏表演的话，就是一个人呈现出最大值啊，看能够做出怎么样的声响。但是当弦乐四重奏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啊，绝对是大于四啊。它那个声响呢，有时候甚至是有一点交响化。那可以说，我们每一次来听音乐会呢，你都会有很多的惊喜。那就是说，这场音乐会为什么那么吸引人？那也是因为它的曲目，也是因为四位摩羯座。那虽然呢，刚刚王老师说我们不多话，但是呢，我们所拉出的声音却很多话，很有意见。那彼此在不同的意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，呈现出最好的给所有的听众听，那绝对会让你觉得值回票价哦。